我一直有一件事情很骄傲，我很 rich， 非常富有，在某一个地方，因为我有很多很多的友情装满了我的心里。那么这些朋友像这次演唱会这么多的朋友在帮忙，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完成，我只能出一张嘴，他们都全力的帮我完成，我非常的心中非常的记到这一点。林美满一直在我唱片这两三年在唱片合音的工作上，我在录制的时候我一定请美满给我帮忙，他是国内最最棒的一位合音工作者及编写。景淳，嗨，徐景淳，徐景淳是一个，我认为他是一个思想里面充满了完美主义的小女人。那你呢？我啊，我是青菜的，小芬哥哥，一直像个妹妹一样。那么小芬看她小，现在不是盖的，作词作曲制作啊，唱，现在已经全套，新的唱片刚刚问世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我觉得我更要的是要学习你这么坚持的精神，我想这是我们大家心里最想讲的话。你看我头上有没有光？叮，阿丁，有人，哎，轻点，轻点，这里是伤口啦。他没事哦，这个人我这又爱又恨。他还好是男的，是女的话不知道怎么办。我们这边恭喜啊！是啊，他是个笑哎，疯子这样。有才气的人本来就是要笑，那我的几张唱片呢，他都一直帮我很多的忙，作词作曲方面，谢谢阿丽。啊，你这样子，好啊。我很在这里很希望大家啊，注意刘伟仁，样子很怪，他贵的，他的东西。我是觉得很屌，你只要 pay attention。 谢谢刘仁。那也应该，凯佳啊，海琳，君远，海琳以前也是我们一个班戏剧课里面的同班的好同学。我们很爱你，是真的，而且现在后台很多人等着要拥抱你，我先拥抱一下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海玲，谢谢海玲。阿龙啊，老啊，今天哦，卡扎温大周会同居啦。去年，以前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，我琼龙还有那个刚刚那个外国人西亚多啊，那个弹吉他那个 Rick 司马青，等一下他还会出来。我们三个住在一起，然后阿龙每次就早上去买菜，煮饭给我们吃。哎，你们都叫我欧巴桑。哎。手艺一流的，唯一不满意的什么都要放辣椒，我都不能吃啊。然后 Rick 就跟他两个吃啊。下一次了，下次全部没有辣椒。好，琼龙这几年呢都在新马做制作人，干嘛？最近而已了，没有最近年了。最近，琼龙呢一直，以前我们也是在那个戏剧课里面一个班的，琼龙的个性跟我也是相反，奇怪的相反个性呢，好像就比较凑得在一起。他也是这样，八竿子砸不出一个屁来。那我很多屁就放他身上，很爽的。我这样没什么不好，就是我只是有点心理变态而已。开玩笑，平常没有发现，你就是闷嘛。谢谢琼龙，今天展现一下我们薛岳是多么的富有。有这么多的朋友，我们说友情就是我们的财富。这辈子还没抱过男人呢。看到我的脸吗？多痛苦啊！
谢谢。